思う。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啊？腰好酸。昨晚我写到哪儿了？老房子太安静。Monsters are real, and ghosts are real too.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。在此之前，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。窗外是晴天，阳光照在地面。不对，感觉不该是晴天，应该是阴天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光线阴沉时，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。阳光跳出窗外，守着花岸，却不开。饿了就会胡思乱想。They live inside us, and sometimes they win.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。紫色的吗？老宅被主人冷冻了，一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，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。发现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，一切都像是新的。进入静静的区域，便会有邪恶的事物临头。都说意识与灵感共存脑海，淡紫年代好浪漫，一切都只是错觉吧。